你不用去别的地方玩可以吗？这上面都可以吗？佳佳，让我们回家。圣诞节的礼物，亲爱的小朋友，都快要过年了哦。过年要跟爸爸玩，过年要跟阿弟玩。小朋友，你们要找的第一个形容一下是什么？鲨鱼在吃宝藏，鲨鱼在吃宝藏跟鱼，然后只剩骨头跟刺。绿色的这边滚到骨牌车车，再从黄色到红色，然后再从黄色到蓝色。鲨鱼在哪里？鲨鱼在哪里？不是这个啦。请问鲨鱼嘴巴里面有鱼还有宝藏的玩具在哪里？弟弟，我们找到。耶！我掉的比较多，我三个弟弟两个，直接获胜。耶！我等一下可以去玩积木了。从床叠高高，然后那把一个抽出来，然后最后倒的人他就输了。你们找得到吗？找得到。Go！ 这个是。一个小朋友鸭子从最底层拉出相连到尖尖，我求你帮我拿。绿色啦，不行拿上面的，不行拿上面的，但是这个，去拿最上面的。最上面的不行拿，最上面的可以拿。你甩到什么颜色，然后你就把那个的剑拿出来，然后兔兔就会跑出来了。Here we go！ 耶！为什么只有一个人自己跑去哪里？我等一下可以去玩积木吗？说到做到，看他坚定的眼神，沉稳的手指，完全沉浸在积木的世界，无视摄影师的存在。你不要全部倒哦。不是这个，是蓝色。我绿色。蓝。绿。哦。谁的？我的。我三七个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六。弟弟，我帮你数好不好？二十六、八、二九、三十，三十个。我还有。我十三个。我还有啊。我数完了。各位观众，谜底已经揭晓了。三七个。三十个。十六。我十三个。所以到底姐弟两道底是几个呢？就是有两个可以推圆圈圈的，推进洞里面的人就赢了。Here we go！ 从这边就看得到了。没办法，弟弟不行不行，直接推过来要用这个才可以过去的。现在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玩哦。玩具反斗城好好玩哦。